为什么 B 会这么受欢迎？唱得好，然后又帅又有礼貌、嗯。你会生气吗？其实还好，我就情绪上来，我就煮个东西吃。哇！所以当我们看到你煮一大桌的时候，就是很生气，就是非常生气。所以我基本上很喜欢在家下厨。你知道我生气的时候都怎么样吗？弹吉他，咬婴儿，咬婴儿。他最近刚生女儿，咬他的鸡。